穿 S 号 ，S 号 ，S 号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款呢，你们觉得今天的款式有点雷同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因为呢，就是他们都是可以遮凸肚的。你看它是贴心款，对，就是你看，可以，我肚子有点大，完美，辣妹洋装。然后我也是搭就是一般的球鞋而已，就我没有搭什么特别的。就平常你去到垃圾你也可以这样穿，好吗？还是你在楼下 Seven Eleven 有帅哥，你也可以就是穿这样子去买，也是 OK 的哦，好不好？ Queen 啊，说看起来像军绿，真的吗？还是我自己就是太高标准了？我觉得军绿再深一点吧。不会，我觉得它就是抹茶，对，抹茶浓抹茶色，浓抹茶色。好的，那你们就是如果现在你们觉得 OK 的话就好了。然后我跟妮亚的这个裙子其实是同一个色系，都是绿色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我们超可爱的，是我们都是有绿绿的感觉，但是它是在下半身的那个格子，没错。然后我是一整身，而且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闪电的感觉？